诶，心愿，十一月十二号，美国财政部对外宣布，SWIFT，这也就是国际资金清算体系，已经切断对伊朗央行的结算服务。这好像是一件大新闻呢。是啊，假如说我们呃把十呃十一月十二号 SWIFT 就呃已经隔断了，就伊朗某些银行也包括伊朗的央行。 的呃连接的话呢，可以把这件事与十一月七号啊，Person 在新加坡的演讲就结合起来了去去看，综合去呃综合起来去看。那呃上几集我们谈论到 Person 就提了一些建议，呃也是提了一些实际的一些条款出来，嗯，将会在 G 二零讨论的。 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在十一月十二号了，SWIFT 就停了那个伊朗银行的那个连接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就是你中国帮提出建议归你们提出建议，我还是照做，我还是照做我该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压力还是不断在加强。啊，这其实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就是。 暂时来讲，那个趋势是朝着打那个趋势多于朝着可以谈和<合>啊，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开始真正的进行一些呃、啊、桌底下的一些谈判啊。然后呢，那个 SWIFT 停了那个啊伊朗的银行，包括呃、啊、部分伊朗银行，包括伊朗央行的连接。 其实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，对于中国来讲哦，因为是中国跟伊朗经常交易嘛，呃，是因为呃，假如说没有 SWIFT 这个机构的话呢，你需要转账，银行需要转账到伊朗银行，基本上是无法进行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呃，就中国呢就可以在那个石油贸易上面呢得到一个豁免权，它还是可以从伊朗的。 呃，呃，油田里面可以得到石油，可以得到原油，但是呢，剩余下来就只能是透过剩余的那那那那部分还没有啊、呃、被 Swift 切断连接的那些银行去进行贸易。诶、哎，那其实就是事实上啊，就是中国在今年的三月份已经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。 那每天的交易量都是特别的强劲。那伊朗可能会用人民币和中国的石油公司进行石油结算交易。那其实这是没问题的，因为英呃伊朗的央行那个外汇挂牌的那个网站，它也将人民币列为了三大主要的换汇货币。那它现在不用美金，那它可以用人民币啊，那就是更好的去交易，这没问题。呃，其实整个是呃整个贸易与伊朗的贸易呢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方式。 啊、呃，中国呢，从伊朗里面呢就进口石油，嗯、人民币计价啊、呃。那个人民币怎样结算？就是中国对伊朗就出口很多不同的产品，包括日常日用品啊、电子产品啊、呃技术啊、基建啊等等等等，然后就把它可以呃呃冲掉，呃是这样的一种形式。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，呃，我们之前就是不断谈论到了中心。 嗯呃，就因为出口电影产品给伊朗，然后受到制裁，然后进华就被美国、嗯、被美国就告他呃盗窃那个高科技技术，然后呢就就被制裁，然后剩余下来呢，因为美国是在十一月呃五号就重新制裁伊朗，嗯，只是把石油拿出来，中国得到。 石油的豁免而已，其他的货物，其他的那些进出口那些货物还是照样制裁。也就说了，哪怕你可以从伊朗里面进口石油，你给人民币伊朗，伊朗是不会要的。你必须给美金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过去你给人民币伊朗，伊朗是用那些人民币来买其他的中国。 一些商品出口给伊朗的一些商品，但现在那些商品不能进口，你再进口的话也会被制裁，就像中兴那一样。哦，那其实他只买石油不可以吗？<laughs> 可以呀、啊，你买石油给美金。哦，其实其实美国的立场是这样的，你你跟谁买石油都可以，你用美金买就行了，是这样。哎，那其实中国呢，三月份推出这个。 持石油原油期货合约，它目的不是在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吗？是啊，所以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是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因为，假如说你出口呃日用品，你不可以用呃人民币做交收的，为什么不能用人民币做做交收呢？因为它 SWIFT 已经隔断了那个、啊、那个银行连接，剩余那些银行基本上可以监控，可能应该是小部分的银行。一监控的话，假如说 你是透过其余的壳公司，然后把产品，呃，出口到伊朗的话，是很容易可以查到的。哦、嗯，那查到的话，他就来一家打一家，就把所有中国出口到伊朗的贸易公司啊、厂家，通通可以制裁。那变成中国就无法再有任何出口到伊朗，那只能从啊、呃、伊朗进口石油。 但是你只是从伊朗进口石油，伊朗是不会收你中国的人民币，民币只会收美金，那还不是照样？也就是现在，其实美国就是把中国跟伊朗的交易直接切断了。是啊，所以很多人说这是隔山就打牛，嗯、表面上就啊对你中国很好啊，就是你还是可以继续进口啊<呵>伊朗石油啊，那这边就就就差大了。<coughs> 啊，所以呃，这方面，假如说，嗯，不是假如说，是从十一月五号开始，啊、呃，那个更加升级的那个贸易战已经制裁，制裁战呢已经开始，已经开打，而且呃，这个打击是马上出现的，因为这是透过金融、透过银行系统方面去打击。像我们之前提到说的，他说什么中医院。 现在呃，民主党赢了，然后以后要制裁中国就困难很多。你看他现在，那搞那个直接直接切断了 <laughs> 结算服务，啥都不需要通过，他只只是签一个字就马上能执行。以后还有更多更多这种案例会出现的。哎，那其实只是切断了跟伊朗的合作，那还有其他这么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，没什么问题啊。 呃，对于你说是对于伊朗还是对于其他？对于中国来说，就是他现在合合作伙伴少了伊朗。那其实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多个国家，我再和其他国家做交易也可以啊。可以呀、啊，但是伊朗可以给你石油，是唯一一个有机会你可以人民币交易买到买到石油的。你用美金做交易了，全世界美国都不会制裁你的。关键是美元。 所以别以为这是贸贸易战呢、啊，这个是因为出口太多到美国、啊，或者是造成什么不公平，这个不是关键。关键点是你是否用美元，来结算。嗯、你用美元来结算的话，多多益善；<laughs> 但是你想用人民币结算的话，你寸步难行，是就是挑战美元的地位了，已经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讨论。嗯，再见。嗯 <laughs> .